我故意撩拨乔总。走吧，现在去公司。干嘛？不是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装哈了吗？哎，干嘛啊？我们只是名义夫妻，况且这里还有人呢。你有病啊！啊，上了多久了？安全带系了没有？哎，我来给你系，我来给你系。走开，我自己系。哎，乔总，这个合同你看一下吧。啊。不是你干嘛呀？我看你那里好像有个东西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干嘛呀？你耳朵那里有个耳屎，我给你吹掉了。那个，你先看一下合同，我去个洗手间，一会儿回来再讨论啊。啊？还生气呢？哎，别生气了。那我给你买的奶茶，哎，喝点喝点。这奶茶，哎，小气嘛，小气。哎，哎，别动啊！干嘛？门都还没关呢。没关不就没关。咦，你这多大了？喝个奶茶还能喝的到处都是。你要是不知道一个男人现在该干什么的话，我来教你。行了，走吧。